也得抓紧呐。他们还是对你吃鸡蛋比较有兴趣。对。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可能觉得女儿还很小，嗯，但是其实我们说了半天，中性也好啊，怎么样的外在的个性也好，其实春春也有她非常女孩子的一面啊。我们来看一个小片，中性躯壳下的女性内在，看李宇春小女人情态的。忘记什么时间，不想什么借口，不在乎。恨得再久一些，还是看不见无聊的顶点呗，缠着双手时间一点一点。你觉得你自己都在被特别像传统意义上的小女孩？一点都没有。不是，我就没觉得我有什么不像。嗯。听说你特别爱换衣服，爱照镜子，是这样吗？嗯，心情好的时候。反正换，反正也就是牛仔裤，换吧，那就换就掉，换就掉，反正换完了还是牛仔裤。你是不是永远都是在穿新鞋？没有啊，不会。这双鞋是不是很新啊？这是什么最新的款式吗？不是。不是因为哦，对，他不搭公车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就从来不可能有人去踩他的鞋蹭到一点脏，都全部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全部都像新的一样的。但是买来买去就是这些样式，这些衣服是吧？嗯，比如说你看到其他女孩子，哎呀，穿什么晚礼服啊什么，其实女孩子小的时候都会有幻想自己是那个公主啊，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什么的，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想象？因为我觉得公主是假的。啊、哦，好冷静啊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，因为现在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不再像过去那样了，他们真的有自己的主见。比如我女儿，她现在6岁，啊，有一天那个又有一个叔叔给她买了一个芭比娃娃，以后她就说：“妈妈，我不喜欢芭比娃娃了。”嗯，我说：“为什么不喜欢芭比娃娃？”说：“因为他们都长得太完美了，所以像假，所以是假的。”天哪，这种智慧，我6岁的时候跟傻子一样。因为过去对于女孩应该什么样，男孩应该什么样，其实都是对人的一种束缚。男孩也不一定都要那种啊，像个施瓦辛格那样的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女孩也不一定都要玛丽莲梦露啊。那个时候就春春刚开始火的时候，就是看到很多很多铺天盖地的社会学者，然后一些什么去研究你、啊、对那些知性的那些博士们，多少多少人也不同的那个角度来说什么泛性别啦，什么什么什么了。你看到那说啥了？你看到那些那么多高深的评论的时候，你怎么想？觉得大家还挺辛苦的。真的哪有那么累啊？说得好，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干净的小孩嘛。嗯，虽然可能春春还会跟自己说这些都是过眼烟云，但是我觉得人生当中能够拥有这一段也真是很美好的。如果能够好好的成长，给自己一点时间的话，我相信。再过10年，当人们在研究真人秀选出来的超级明星的时候，可能会对李宇春后面写一句话说，她是一个很酷的女孩，而且一直做她自己。好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也要赠送给春春一件礼物，这是由长沙文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金乌碳雕。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南山背会天下女人，我们下周见。谢谢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。我就是对自己制造银河系 ，Everyone every day every night， 太到 N 加一，不插电，不对立，真诚太密集 ，Everyone every day every night， 下一个 N 加一，我不要。想要去教训，我陪你去湛蓝的海底，找一个水晶，镶嵌在这落寞的内心。
世界很干净，但沉默也变得那么透明。你觉得学着雨宠爱免疫力，